谁的屁股？然后嘞，你说什么？就是记性，没有蜡笔小新啊。蜡笔小新有帅哥看我一下。Hello。阿仔看我一下。Hello。你在吃什么？我有面包。I love you。谁要当昆虫家具生？妈咪，我喜欢当昆虫家。哎，谁这么凶？我不要！你刚说什么？鸡鸡屁股往内内抖来。谁教你的？是爸爸。拿一张卫生纸，哎，抓到！你又在那里耍赖皮，呀，妹妹蜘蛛人 Spiderman， 看，好恐怖的，哇，蜘蛛人应该怎么样？远一点，妈妈远一点。哦，这样。什么啦？你说。终于，我靠！阿妈跟我的力量带了小孩来这里，好像。外星人盖的哦。哎 ，Hello， 跟我打招呼一下，哥哥，嗨，看我。3、2、1，跳！3、2、1，跳！慢一点呐、啊。哎，等我，等我，太快了。哎，怎么不见了，仔仔？没关系，我还在。哎，你怎么还又回来了？玩具弄成这样什么意思？到底是谁要收？奶奶，你把乐高弄了，所以你要收乐高。乐高，冲啊！开始许，你交过一了吗？想好了吗？有没有男朋友？哥哥还没有许好呢。好了，嗯，真的好漂亮。往那边开耶。对，我知道。哎，这不用照吧？你在这里还光明正大。啊，掉下去了，滚回去。妈妈，你会这样子爬爬爬吗？不会哦。滚呐！滚呐！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拜拜。拜拜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I love you.